真心喜欢王一博的必须知道粉丝名的由来。王一博粉丝的名字摩托姐姐，源于王一博最初的雅马哈，因为他摩托车队的名字就是雅马哈，这是专属名称。你喜欢叫他们什么？那我叫他们雅马哈吧。后来统称为摩托姐姐，又谐音衍生出猫头姐姐，猫爪爪就是摩托姐姐与王一博之间的专属手势。再有，王一博喜欢的只有绿色，除了摩托车比赛时粉丝会用到雅马哈蓝，其余所有场合都只有绿色，王一博只认绿色。望周知，我粉丝都还挺支持我的，所以说没有觉得我很危险。对，他们会穿蓝色，蓝色像对雅马哈蓝，然后也会有我的颜色，因为我喜欢绿色。对，然后他们也会做一些旗子啊，在对为我加油这样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王一博亲口认证，他只关注自家粉丝，别人粉丝与他无关。秦广而告知，觉得自己家的粉丝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？我倒也没怎么关注其他人的粉丝，我也没有不知道怎么比较。王一博粉丝都记住了吗？